我们接着来补充同学在出 PDF 档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状况。你在出 PDF 档，如果你发现系统会给你一个自行未正确安装的一个警告讯息，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继续执行 PDF 档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你转出来的这个 PDF 档它的图框不见了，号球不见了，表格不见了。好，那这时候该怎么处理？好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把这个自行安装回去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在给同学的 SOLIDWORK 课程资料夹里面有一个上课资料，点选进去之后呢，会有这个 ARIALUNI.TTF 好，这样的一个自行档。好，我们直接滑鼠左键快速点两下，打开以后左上角有一个安装，我们就直接去安装。好，安装完成之后，你再去对它做 PDF 档的这个存档，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哦。好，我现在选择档案里面的另存新档，然后我把它存成 PDF。 好，这个时候选择存档。好，存完档之后，它在帮我打开 PDF 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号球、表格、图框也全部都回来了。好，那这个如果同学有遇到相关的问题的话，同学可以打开我们的资料夹里面，好，把这个自行安装进去，基本上就没有问题。好，同学可以试看看。